毛爷爷，人民群众怀念您，您的思想光辉永远照进人民的心，激励我们前进。这些话存起来有用，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最谦虚的一句话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最自信的一句话，自信人生200年，会当水击3000里，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，军民团结如一人，是看天下谁能敌，最豪迈和傲气的一句话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最有哲理的一句话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，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与的奋斗其乐无穷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，最震撼人心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最清醒的一句话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，最像长辈的一句话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，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，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。最伤感的一句话，汽笛一声长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。最酷的一句话，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最有自尊的一句话，封锁吧，封锁他10年8年，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，那里有压迫，那里就有反抗。最悲壮的一句话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最写意的一句话，江山如此多娇。最励志的一句话，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最让人警醒的一句话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最劝导的一句话，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。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话，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。最令台独分子胆寒的一句话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。最英雄主义的一句话，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他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。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一句话，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最入境的一句话，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人从容。最消愁的一句话，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话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。最畅快的一句话，雄关脉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最潇洒的一句话，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最现实的一句话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话，和战争打不起来。最凶狠的一句话，一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最豪迈的一句话，习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，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是歪弓射大雕。最有紧迫感的一句话，多少事从来几，天地转，光年破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最受女生欢迎的一句话，中华儿女多旗帜，不爱红妆爱武装。最有情义的一句话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最具借鉴意义的一句话，古为今用，洋文中用，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。最标语式的一句话，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。最让女人自豪的一句话，妇女要顶半边天。最理智的一句话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，正在兴旺时期，好像早晨8、9点钟的太阳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她去吧。最具爱情观的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最具和平意识的一句话，中国永远不称霸，总有一句话适合做我的座右铭。收藏或者转发点关注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